作为最热门的年度盛宴，2013蛇年春晚自筹备以来就风波不断。继郭德纲破冰登台、张学友、赵本山接连退出之后，王力宏也正式与大哥成龙分道扬镳，搭档绯闻男友李云迪，梦想重续龙年春晚金蛇狂舞的精彩。而与王力宏分手的成龙具体表演内容颇为令人期待。据央视春晚导演组工作人员私下透露，经常以大连唱形式亮相春晚的成龙重头表演将颠覆以往，并有望重现1993年春晚带领数十位功夫高手表演的龙骨喧天震四海的精彩。为了契合蛇年春晚的主题和体现功夫硬汉刚柔并济、硬桥硬马的真功夫，突破自我、推陈出新，也为了追忆曾掀起港产功夫喜剧风潮的代表作《蛇形刁手》，成龙这次将携手以蛇拳和铁腿享誉武林的南派功夫高手铁腿哥齐虎，共同演绎武术节目《蛇形刁手》贺蛇年。除了表演神蛇炼月、金蛇怒起、白蛇吐信等蛇拳中的精彩招数外，有天下第一铁腿美誉的齐虎还将化身金庸名著《碧血剑》中的袁承志，手持一把金光灿灿的金蛇剑，表演只存在于幻想中的金蛇剑法，为传统武术插上梦想的翅膀。酷流娱乐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